足球曝光为消息，古德利近日已经重回广州，跟随恒大预备队训练。他希望能够在中超联赛找到合适的球队。足球报官方微博，由于在今年中超联赛间歇期引进了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这样的强援，古德利被恒大取消了中超报名。7月下旬，古德利暂时离开了广州，众多恒大球迷还来到机场为他送行。然而近日，古德利的身影又出现在恒大队训练基地。据悉，古德利在8月初主动联系了老东家恒大队，他希望能返回广州跟随恒大预备队日常训练，保持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。恒大俱乐部在征求主教练卡纳瓦罗的同意后，允许古德利跟随预备队日常训练。虽然之前有外媒猜测了包括费内巴切、塞尔塔等多支与古德利转会相关的球队，但现在看来，古德利本人还是希望在中超联赛找寻下家。足球报称，古德利在对恒大俱乐部表达感谢之余，同时表示自己有信心，也希望能够在中超联赛找到合适的球队。